5月18日系一个非常之特别嘅日子，请大家讲一句 Happy Birthday 啦！因为60年前嘅今日，一个属于我哋香港嘅巨星诞生咗，佢就系周润发啦。喺发哥60岁大寿嘅日子，东网巨星特别邀请咗25位80、90后嘅歌影视偶像，包括容祖儿啦、郑安琪啦、周柏豪、张继聪、黄翠如等等，一齐讲下佢哋点解咁中意发哥啊！意发哥心地好，又亲切。有求必应，我喜欢发哥，他为人呢就没什么架子，见到什么人呢都会跟人家自拍、哦、那发哥当然是 number one 咯，因为、他很大的气场、无论是演什么角色都是、入型入格。我爱发哥的原因是因为、我特别欣赏一些演员，无论他演文艺片又得，笑片又得。我喜欢发哥他任何的造型，就算是他刚刚在家走出来原来都很型仔的。我自己私底下跟发哥相处，我觉得我最喜欢他的智慧，很喜欢看他做的访问，全部都很好笑， impression 是非常非常好的、而且我又喜欢看他的戏，所以我是很喜欢发哥的。大家都知道发哥是我偶像的，我很喜欢他很多很多戏里面的角色，还有他的做人，他很 nice 很 nice。 我很喜欢秋天的童话，是影响了我一生的。发哥做船头尺的时候有一句说话是我人生变成我人生的座右铭，就是自己 happy 就行了，使乜理人。我最喜欢发哥，当然大家同姓三分亲。发哥型英帅靓正。而东网巨星亦都系今日启播特备节目《我爱发哥》，紧接住一个几月，每逢星期一至五，我哋嘅巨星周润发就会破天荒现身，接受25位红星嘅发问。发哥份人咁风趣幽默，咁啲回应就梗系够盏鬼啦！一众红星更加会喺发哥登陆嘅呢个特别时刻向佢致敬，亦都会回顾发哥重影40年嚟嘅趣事、成就、奖项等等嘅日事，绝对不容错过噶。而只要你有东网巨星 App 睇实东网，跟住落嚟个几月咧，发哥就会日日陪住你啊！